在中嘉宽屏业务事业处副总经理林聪俊、管理本部副总经理陈协和、基隆有线电视公司总经理李宇平以及北区门市服务处协理林金燕和服务部副理李广志共同剪彩，中嘉宽屏基隆中山门市正式开幕启用，立刻就有客户进来中山门市申办相关服务，也非常肯定中山门市对客户以及民众的便利性。以前都要去七度，啊，现在来这里，你有感觉较方便吗？那当然方便多啊。门市的服务哈，小姐服务安尼有好不 ？OK， 好，很好，很好。成立中嘉宽屏基隆第二家门市，就是为了回应基隆乡亲对中嘉宽屏基隆的长期支持，秉持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特地挑选市中心位置开设基隆地区第二家门市，也就是位在中山区西定路十号的中嘉宽屏基隆中山门市正式开幕启用，将提供乡亲们更便利的服务，以及更多物超所值的宽屏方案及多元智慧生活服务。首先我想先感谢所有基隆的乡亲对中嘉宽屏长期的支持。那我们公司呢也秉持这个顾客服务的这个理念，在市中心开设的第二家的门市，其实是具体回应这个在地居民的期待，让所有这个基隆的乡亲能够更便利，能够更省心的来体验我们的服务，不用跑到那个七堵的门市去。那未来呢，我们在这个服务据点里面的服务会一直在提升，然后提供更物超所值的这个宽屏的方案以及智慧生活的服务，让所有民众都能够很轻松的享受高品质的这个家庭的宽屏服务。中嘉宽屏业务事业处副总经理林聪俊更带来好消息，从正式开幕到三月七号为止一个多月期间，到门市申办光纤上网方案不仅有限时优惠价格，更有优惠老客户的专属方案哦。从今天二月一号起到三月七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只要我们的用户来门市申办宽屏服务，光纤的宽屏服务，就可以用599元起的限时优惠价格购得。那同时我们会帮您升级到 Home Plus 4K 智慧机上盒，再送你数位合家餐，全家一起看电视都不用钱。那如果您是中嘉宽屏的老客户，更可以享受老客户专属的优惠专案。而庆祝中嘉宽屏基隆中山门市开幕，更特地推出金兔刮刮乐活动，欢迎乡亲好朋友来中山门市参观试试手气，就有机会刮中最大礼2000元礼券等各项好礼哦。那另外呢，我们为了今年兔年，又在这个开幕的前五天，也就是今天一直到二月五号起，只要民众来我们门市，我们推出金兔刮刮乐的活动，所以希望每一位民众能够天天来我们门市试手气，你就有机会得到价值2000元的这个家乐福的礼券，还有100元的 Seven Eleven 礼券等多项好礼，赶快来哦！你的运气都在这里，祝你中大奖！开幕现场也涌入许多前来参观中嘉宽屏基隆各项崭新服务的乡亲好朋友们到老嘞，更现场试手气，果然刮中不同的各项好礼。而服务处就在附近的基隆市议会前议长宋伟立也亲自莅临中嘉宽屏基隆中山门市参观，对于中嘉宽屏基隆提供民众更便利优质的服务表示高度肯定和期许。非常感谢我们中嘉宽屏哈，到我们中山区这个西定路十号这边设立一个门市部，让我们以后有任何问题更便利。我想对于不管对中山还是安乐以及仁爱，或者是大家要缴费的话，也可以到这门市部来。金兔刮刮乐活动将从二月一号到二月五号为止，欢迎乡亲好朋友把握机会前来中嘉宽屏基隆中山门市参观试手气中大奖。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